小学就开始逃学，我的中学没有毕业，不想人家管我，也不在乎妈妈会不会伤心，就开始出来工作，做过好多好多工作，洗车啦，在巴什马兰摆摊啊。那个时候我没有读书之后，我不了解到妈妈伤心，我以为她不理我呢，你不理我，那我也不理你，我可以自力更生，我可以自己赚钱，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说那个时候妈妈是出自于关心的。我的转捩点在22岁，那一年里面是我最低落的时候，身上只剩一块。我看这可口可乐差一毛，一罐可乐对我来讲到底是多么的奢侈。我也好几年没有回家，我不懂我的妈妈一直都有在注意我的消息。从我的表哥口中听到伟良现在过得不是很好，搞得身边好像都没有朋友，没有扶持我的人，没有人给我信心，没有人给我鼓励。直到接了妈妈的电话，那个时候我做了这么多错的事情，妈妈没有跟我计较，她叫我阿比，比较亲切的叫阿比。比啊，如果外面没有地方容得下你，你还有家。我曾经掉到谷底，要是没有那个机会的话，我现在还在谷底。在当没有人要用王伟良的时候，那位台主没有放弃过，只要他有办歌台，王伟良就一定会唱。是他们给我的这种鼓励跟支持，到我拍了《Voice to Me》，没有一路都是顺畅，人一定有高跟。不要放弃你所做的东西，总有一天都会浮上台面。非盈利慈善机构，就是他们不赚钱，纯粹就是帮人。他们在帮助一些穷困的学生，家庭背景不是很富裕的学生，开拓一个企业的活动，以正确的方式开拓自己的事业。And tomorrow we will succeed.他们在帮助这些学生，教他们怎么样创业，让他们建立自己的信心，怎么样的更有信心的表达自己。这个机会对他们来讲真的很重要。如果这次你们得到了这个机会，坚持不只是鼓励的字眼，它是种态度。只要我们态度对，你们一定可以，我都行。你没有什么不行。唱首歌啊，自己的歌。模糊的视线造就模糊方向，已经撑不住还要装着坚强，选择哪一条路都是暗箭难防，还可以用什么创造峰回路转。 Halogen 可以让你们创造峰回路转。 I've donated to Halogen Foundation Singapore Network for Teaching Entrepreneurship. Join me too. This is the link to donate. Let's do it for them. Yeah.